盘点全网脱单神助攻搞笑场面。加油吧，弟妹！两极反转。再说一遍你刚刚说的话。我舅舅没有老婆，可以嫁给我舅舅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老师叫我加油。你真给你们老师争面啊，成了。只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的不。空间去了，处对象没？还没好意思呢。我跟你说，老弟，同德爱的，直接报名。是我的，别不好意思帮了。年轻人怕啥不是对吧？干啥漂亮的爹？我的天哪，花闺蜜啊，哎呀，你长得可真美。哎呦我天，看来你没有儿子吗？我没有呀。你有老公吗？我也没有老公啊，没结婚呢。怎么啥户口啊？哎呀，哦对，哎呀，那你太可怜了。我还觉得你孤单呢。但是其实我就也没结过婚。你这话里有话。我就还是单身狗。他很帅，总觉得特别帅。我给你一个啥？欢迎老师，谢谢你。明天我去贤州开家长会。开家长会咋接触张老师啊？听到班给讲，我听说我小舅爸妈没空来家长会结束以后，我去问老师前半个小时讲了什么，这样就能紧张不跟老师说话。不牵手了。没错。那你没错，你更得牵呢。你不签的再说什么时候能变成你对象啊？我说对吧，老爹？签的行，出了事算我的，多大个事你签的？这不也签了吗？这不就？我的天哪，没对象吗？这谁离婚离的真不是啊，喜欢他不？谁能离婚就大声说出来，你是不是男人呢？我喊出来了，喜欢他。对，像男人。你想回过去吗？我也不愿去提他。你错了，你说。哎呀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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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코코볼 한 개인가 코코볼 두 개인가 코코볼 세 개인가 네 개인가 다섯 개인가 오고기 동글 기운이 없어 여섯 개인가 일곱 개인가 여덟 개인가 人闺蜜拼车遇见帅哥时，我发现他一直在偷瞄，是时候给闺蜜助攻一下。帮我充下电，充电宝在哪？哦，好。好在两个人很帅呀！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帅哥，华为充电宝是你。先生，再次给闺蜜助攻一下。再试一下，这回没有了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了？发誓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我就再给你充一次。嗯。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为什么？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。到了，快点，我下车了。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。单身小女看过来啊！小女单身20年，迄今还未脱单，现求有缘人带走，快来扫一扫。
信了啊！我领我老弟吃晚饭，你回家吧，我领老弟去。我老弟刚上大学，我也刚毕业没两年啊。哎呦，我老弟害羞，你能不能不闹？我也腼腆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老弟，你老弟啥？你老弟呀？咱俩现在开始不是闺蜜，嗯，我是你弟妹。啥玩意儿？啊！脱单是有拼了。我就是辅导员。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可不少。Tomorrow， 我要是单身久了，看拉面小哥哥都觉得眉清目秀。那个谁，他长得好帅呀、啊！我看看。你等一下，别给我装出来，别害臊！让王者出击，然后找服务员安排一场大场面。但我不知道又有哪个小哥哥要被整死了。我早就脱单了，谢谢你，都是吗？转过来有些羞。别吃了。